苏氏 SR 插球，就这个了吧？领取下载啊？怎么输入指标？这个吗？哦，有有零负94.6，100100，好酷哦！真的假的？真的会一模一样吗？哎，500好像比较接近一点点。这个轮胎很像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有没有接近那个颜色？可以啦。哎、欸，是不是不是这样跑啊？跑法好像错了。哎、欸，完蛋了！我好像真的忘了怎么跑了，好像不是这样跑的。哦，对，跑一跑突然想起来了。不是，你那个角度就是叫我要夹你的意思啊！啊，对啦，这样跑啦，突然想起来了。好像是这样跑啦。差不多这样跑吧。OK。呜酷！不是那个，怎么还有一个往，还可以往里面走？他怎么可以往里面走？好特别哦！我刚才记得一旦有那个里面，那么里面吗？我忘了。然后一样可以走这个捷径嘛，对不对？气太少，多补一点。啊，断了。完蛋，你们蓝气可能要再来一点哦。气量有点少啊！可以搞他了吧？嘿，嘿嘿，有吧？精准搞搞，看我的劣质，不管在哪一个版本都可以施展出来了。嘿嘿嘿！啊，我的队友万华了，差两个名额啊！这一张是尾游图，哎呀，不出气哎！西尾流。
这个气好少。啊，进草皮了。哎，是这样拖吗？完了，我这个拖的感觉有点依赖了。我差点忘记还有这一招可以让气不爆掉的跑法。那、我们怎么少一个人？哎、三管器没事，好像可以补三管哎、刚刚那个位置。我要一直卡，要吸尾流上来。赢喽！这就是尾流强大的地方。这样跑啊！啊，这样会有气吗？我来看一下。有气，如果没想到他这个是蓝，哦呦，队友碰了我一下，好像掉，没事。这个叉球跑起来感觉不一样哎，虽然手感，我觉得只是视觉不一样而已啦。冲啊！哇，没满！甩！但是这个 SR 手感也是很好的。好啦，差不多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吧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